Hello， 各位好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咧呢一份咧叫做彩色格陀螺。咁呢一份咧教材咧系日本公司嘅一份教材啦，咁系好靓好特别嘅。咁点解我咁推介呢一个咧？佢其实系玩陀螺，但系咧佢有好多颜色嘅概念咧系里面带咗俾小朋友嘅。咁我哋咧打开睇下咯。咁咧佢个盒咧就唔系几大嘅，咁但系里面咧嗰啲嘢就几丰富嘅。嗱，譬如咧我攞俾大家睇下啦。咁一盒里面咧就会有。它會有這個說明書仔啦，有說明書啦，跟著它就會有一個陀螺啦。陀螺你會看到它是全白色的，是啦，它全白色的一個陀螺。跟著它就會有這些，最好就是這一包啦。其實我們經常教小朋友那些顏色的混合啊，或者這些其實都是講緊一些 STEM 的概念啦。你會看到它全部都是膠片來的，全部膠片有啲咩顏色咧？我逐一數俾大家聽，有藍色啦、黃色啦，黃溝藍就變綠噶咯喎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哋搭埋就見到綠色噶啦。其實你好簡單，呢啲咧，你俾小朋友玩嘅時候咧，你叫佢自己搭上去砌咧，佢就已經知道係哦綠色啦呢、這個。咁跟住咧有紅色，有呢個間色嘅間色轉出嚟都好得意嘅。咁啊有間色嘅黃色，間色嘅紅色。星形，這個是很多三角形，波點形，有些呢是旋風啦，旋風啦，這個都是旋風的。跟著你會看到有三個透明的，透明是用來做什麼呢？它就給這個呢，有些貼紙呢是給你自己去拼的。我覺得好玩在呢，其實我這個成份我都覺得好玩，就是它可以給你自己砌的，這些貼紙來的。咁佢就有三個顏色啦，咁當然啦，你屋企有其他貼紙，其實你可以用自己啲貼紙貼上去，個效果可能會更加唔同。咁我哋而家試下咯噃，咁好簡單，咁咧佢就全部都係膠片嚟嘅，佢又好整齊，一塊一塊全部都係咁樣封住，咁啊藍色咯，咁你擺咗落去就藍色啦，藍色係咁樣嘅喎，好，跟住咧。我哋頭先試咗黃藍，我哋而家咧就試下紅藍啦。咁咧紅色嘅膠片，紅色啊，我哋而家咧拼埋落去咧，藍色嗰度咧即刻就變咗紫色噶啦，即刻變咗紫色噶啦。咁其實咧小朋友就可以咁樣咧就知道嗰個顏色嘅演變。大家知唔知道紅黃藍三個色溝埋係乜嘢啊？咁其實紅黃藍三個色溝埋就係啡色啊。其實好多小朋友都唔識嘅。咁咧你又可以俾佢自己嘗試下喎。紅黃藍三個色溝埋就變到啡色噶啦，係啦。咁我哋可以咧就俾佢自己嘗試啦，自己去做一個測試啦。哦，咁樣，然後再加埋咁樣，兩個顏色就會變咗紫色嘅咁樣，可以俾佢自己玩啦。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啲圖案啦，圖案呢啲咧都好靚嘅其實。咁其實咧呢啲藝術啦，加埋咧。一啲STEM 嘅概念咧，咁其實小朋友咧就真係學到咧呢啲顏色嘅變化啦。其實好靚噶，砌咗上去款係好靚。嗱，呢個就係旋轉中嘅三角形啦，咁啊好特別。咁所以其實呢份嘢咧係幾多嘢玩，可以玩好耐。咁同埋佢呢啲顏色貼紙咧，其實佢係透明嘅，佢係透明嘅。咁咧貼咗落去，所以好透噶，亦都可以係玩重疊嘅效果咯。咁所以呢？份係幾特別嘅，大家真係不妨咧呢個買嚟試一下。我呢一個咧都係我揾翻嚟嘅呢一間公司，咁咧佢日本嘅公司啦，咁佢咧都係好主力做一啲兒童嘅教材嘅，咁大家都可以上網睇下啦。好，就係呢一份啦，唔該曬。